法国当地时间4月7号中午12:30，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巴黎著名的埃菲尔铁塔，开始环球传递第五站的传递活动。在这一站，有一位格外美丽的火炬手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，他就是来自中国的火炬手天津。津津被朋友们称为轮椅上的微笑天使。在巴黎火炬传递时，当津津一脸微笑出现在街头时，立即引发了法国媒体和公众的喜爱。熟悉他的记者都忍不住说，真是一个阳光美女。但不幸的是，今天的活动掺杂了太多的暴力。就在行进的中途，人群中突然冲出一名暴徒，无耻的藏独分子竟毫无人性地把黑手伸向了坐在轮椅上的津津。勇敢的姑娘低下头，让出自己的背保护火炬，暴徒就拉着她的胳膊还打她，试图要从津津手中抢走火炬。津津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，双手紧紧地抱着火炬，她在用她那残弱的身躯捍卫着奥运精神。这一切都只发生在瞬间。当暴徒最终被制服时，勇敢美丽的姑娘重新抬起头，大眼睛中满含着泪水，而脸上却流露出骄傲的神情。